照理讲，准备那么久了，应该可以迅速立刻排啊，为什么要拖四次？今年的四次，我认为他在观望啊，他在观望看韩国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如果韩国有变化，搞不好就卡住了。这个我觉得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韩国了。那中国因为抵制措施已经拿出来了嘛，那俄罗斯说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验水产进口啊，那我估计也没有人会去进口了，所以我认为中俄应该是全停的了。那以韩国目前民间的反对力量这么大，我相信也没有人敢进口了。他们现在的那种反弹的声浪有在持续的升温吗？因为看那个在野党的李在明，他已经是绝食，进入到今天是第9天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他旁边呢，声援呐，声援他的这个立场。那但是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呼声，你认为会持续的高涨是吗？因为刚好现在在野党是左翼了，韩国的左翼搞民粹搞起来是非常恐怖的了。你去看当年反美牛那个样子，那这个两个议题是差不多的啊，因为都会影响到他的民生嘛，所以我认为那个当年反美牛韩国人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后来美牛还是进来了嘛，结果他们每天去站岗，就是哪个餐厅进口美牛，他就站在你餐厅前面，然后拿个牌子，说呼吁大家不要吃美国牛肉，已经禁了哦，那连续站了一年。就是他们的民族就是这种坚持到底、蛮干到底的个性嘛。那我认为这个福岛一定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在现阶段韩国也没有人敢进口了。他连韩国的渔产的贩售的情况都受到影响的，何对，况那是倒从日是，本进来，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日本可能太低估了，他以为只有中国的部分，实际上不止了。可能韩国、俄罗斯都一样啊，然后接下来还有反日的情绪会烧到哪里？我觉得岸田可能是想要观望一下。好，所以也许就是9月11号第一批排放结束之后，先等等看，看我看也这等到个月反应会怎么样。底。那当然这几天那就最多半关是往键。坏的方向走。对，这样好，当然啦，那当然大家就乐见其成因为嘛，找对不不到第对？二个麦卡锡啦。这个你不用评论了，你隔3个月之后再回来看就知道了啦。像麦卡锡还特别飞去日本呢，是要啊，吃福岛的海鲜呢。等那个水到了加州，看他怎么说吧。对呀，这个就是在作秀嘛。就像那个小泉小他的泉，儿子去那边冲浪啊，结果被日本人骂啊，说你怎么那么低级啊？作秀怎么做这种秀呢？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考验你的政治水平是哪里了。那你就看出麦卡锡就是一个非常低级的政治人物了，就这样。因为华为不是一个会耍噱头的公司了，这应该是真的了。那如果是真的，就意味着2件事了。第一个就是他要搞死 iPhone 15的今年的市占率在大陆，对，因为这种营销策略太明显。因为苹果现在又出问题了。我刚刚听到说 iPhone 15可能会延后到10月才上市。为什么？本来他们说9月13对，嘛，可是对，一直找新闻都找不到，就说他还是有一些零组件有问题这样我现在也不确定了是可是就说他就挡在你前面。对，那 Mate 60 Pro 发布将近1个礼拜多，对，那现在又给你发布第二批，这新闻炒不完，来一个 Plus，烧不完。那个 Plus 就变熊猫机，听说是大尺寸的，大尺寸，对，就是一定会比原来那个大一点所以对，就是你也要防那个赖老师啦，他去大陆就给你偷卖了，这样。偷卖什么？偷买啊！就是他会买 Plus，我哪买得到啊？我他很都难已经偷请偷我女买，因儿为再他帮去，我买不是他去我也会去，对，然后跟在他我买我一定会看那到这个就是要找大陆的朋友帮你预购啊。对，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哎呀。那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本来那个 Mate 60 Pro 预定是要做600万只嘛，那现在上修到1500万，那你去想嘛，
你去想一想，华为假设今年现在只剩下三四个月而已嘛，嗯，对啊，你如果三四个月你可以做1500万只，哦，那一只是将近7000人民币，哎，嗯，这样营收是多少？对，对，嗯，对不对？这样营收大概就1000多亿人民币了，哦，嗯，对不对？哇，那下半年真的是大跃进，嗯，我看他上半年华为上半年营收，当然他必须要加重，这个只是就这一只而已，好像就是微幅的成长。他还有其他的 Mate， 他的 Mate 是本来理想值是整个 Mate 系列是4000万只嘛？是，他我觉得他可能在调整，啊，嗯，就有一些 Mate 就干脆就先来做这一只啊，嗯，因为他出货也不能太慢。嗯，比如说我跟你订购了，你一个月之后才给我，对，这个也不太好嘛，所以他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那我觉得第一个打击到了应该是高通啊，嗯嗯，对，因为高通的晶片，它的通讯晶片在中国大陆就会变成没有人要买了，对啊。因为他如果中兴可以做出来，那我干嘛跟高通买？所以我们昨天就在讲说，有分析师都说了，高通可能今年第四季就得要降价了。而且因为他营收占比在中国大陆太高了，占60%，欸，嗯，啊，那苹果也有，因为连续两天啊，我跟你讲，我认为中国大陆这个不是只有华为在算计了，连政府都在算计，啊，因为看起来 Raimondo 还有拜登政府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战并没有缓和的迹象，所以昨天不是传出一个消息吗？说大陆政府的官员公众场合不能使用苹果手机。对，啊，那请问大陆政府的官员指的是谁啊？嗯嗯嗯，是。你指的是公务机关的官员，那事业单位算不算？嗯，是啊。因为这个两个人数差很多，哎。嗯。你如果是公务机关啊，我们讲一般公务员哦，那大概接近700万人，嗯，那如果加上事业单位，那就是3500万以上，啊，嗯嗯，是。那这个对苹果，他虽然讲得很巧妙了，哎，然后不要在公众场合使用，对，那你怎么可能手上有两只高阶手机啊？对呀，啊，那这个公众场合就用另外一只，嗯，不太可能这样吧，嗯，哦，那这个还会有扩散效应。搞不好有些党员也不买了，嗯，是啊，那中国大陆的党员有9400万，嗯，哦，所以我是觉得，所以你看那个苹果为什么连续两天股价会跌6%？真的，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苹果的股价现在是走这样的走势，对啊，这是往下走哦，压力果然是大，所以它是首当其冲。本来以为第一天跌3.58%已经够深了，嗯，结果昨天一开盘又跌4%，后来收盘变成2%左右，对。可是就是因为苹果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大概占19%，嗯，所以而且它最高的收入就是手机，是，是，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讲也是蛮麻烦。我不知道深圳的制度是不是跟香港一样啦，香港那个要不要放假不是政府决定的啦，是他那有没有超过8号风球啦，啊，那就那个是一个科学的数据，啊，那可是时雨量这个恐怕你看那个人都被这样吹着跑。哦，你这个还是比较没什么的照片嘛。哦，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大堆照片。哦，那有一个妇女，她大概水已经到了她的腰啊。嗯嗯。然后被那个水这样冲着在路上，就在香港的路上，是这样飘着走。嗯。那个雨非常大，而且有些地方积水到将近腰部，对，就是这样。对，哦，那这个，对，就是你看它那个水非常的深嘛。对呀，啊，完全。然后还有一些车根本就是在飘了，嗯，有一些车是这个难以想象香港是这种状况啊，因为我估计它过去的放假日都是根据风速，嗯，从来没有根据时雨量。是这个，哦，对，所以我所以。当然会引起抱怨了，因为以前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集团里大概再也开不了几年了啦，快解散了啦，快解散了。你去想一想，哦，你看它的构成嘛，嗯 ，G7， 对，再加个欧盟，嗯，然后他又把那个非洲联盟，把那个不是非洲联盟还没进来，对，他把澳大利亚、韩国拉进来，嗯，墨西哥是墨西哥就是他自己的伙伴嘛，因为他有自由贸易协定，嗯，这样加4就11国了，嗯，所以美国就是主导嘛。G20 里面有11国是美国可以掌握的，那其他的几乎都是金砖国家。是，
啊，事实上还要再加一个国家叫土耳其啊，因为它是北约。那其他都是金砖国家，那你去想一想嘛，金砖国家以后谁要参加 G20 啊？对啊，没有意义嘛。金砖自己开就好了呀。是啊，然后就直接到联合国来对抗 G7 啊。对啊，你何必到 G20？ 对 ，G20 事实上就多此一举嘛。哦，对啊。好嘛，那没几次印度就要办好啊。这没有办法，因为它这个是。即将进入尾声的第一次是哈，然后我说这个苏纳克很重视啊，说我可是印度女婿啊，所以呢，他还说希望能够在这次 G20 峰会获得很高重视。所以拜登实在很坏，不让贺锦丽来一下，人家也是印度的女儿啊。是哈，没有，现在要叫巴勒女婿，巴拉特。哦。巴对，可能巴谈巴拉，大家会。我后来看到大陆有一篇文章，哎，说大陆以前是翻成波罗多，波罗多就是巴拉特，巴拉。对啊，我们还写好像外婆的。那可是有人就讲了一个笑话，说因为印度河是在巴基斯坦嘛，是啊，恒河是在印度嘛，是。那搞不好巴基斯坦又改名叫印度。对呀，对。那以后我们如果讲印巴，那刚好倒过来。那这怎么变巴？印度变成巴基斯坦，对、啊，那巴拉特是印度，印巴变巴印啊，对啊，就变成巴印啊，对呀、啊，对不对？对啊、那如果巴基斯坦不改名，那不是叫做巴巴关系，就是巴巴，对呀、啊，也没有人要跟他友好嘛。这个，我认为，如果被激光照射，你要拿出证据啦，对不对？以前菲律宾上次也说被激光照射，对，对不对？对。那距离一公里实际上还不算很近、啊，还好啦。那未来他一定会常常碰到啊。不，因为中国大陆一定越来越多潜艇会往外海开嘛。所以你碰到有什么稀奇呢？你的意思是说他要习惯就是了？这没有办法啊，因为中国大陆未来的海军，我们说作战舰，这个水面舰啊跟潜艇，那很快就会超过第二岛链了啦。你到处都会看到、啊，是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哇，这个说什么过去最严重的相遇是在加拿大与美日联合演习的期间哦。那么现在呢，你看说，那你加拿大来这边干嘛？啊，来干嘛？来演习的、啊，要跟美国一起合作来演习的、啊。就是离你家太远了吧？啊，所以他都是。澳大利亚来都，人家都觉得你有点太远了。你加拿大来这边是将近8000公里，是长途跋涉来被照光，不可思议啊！然后在那边挨挨脚，他应该去俄罗斯那边演习吧？啊，没有，他在那个东海了。东海啊，他就是不，我知道了，我是说跑那么远。对了，干你加拿大什么国家安全利益？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